请进到苏大姐看过来，到这边来给大家算个法。苏大姐看过呢，红花女士呢，这个法务是非常繁忙的。在拜访当中，出宫到这边来给我们算法，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感谢苏大姐看过。在座的居士也好，我们出去也会碰见很多居士在去藏传佛教。在我认识的范围里面呢，就是这些居士遇上了苏大姐堪布，或者是赤城罗杰堪布，或者是无名的其他的堪布，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运气了。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这个地方，很多寺庙里面有很多高僧大德，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是沟通不了。如果说沟通不了的话呢，光是这个拜佛像的方式，就是天天跟随上师，天天听观音，就是天天为这个上师和寺庙做服务，当然是很好，也是在种这个福报，就是积累资粮。但是呢，这个结果是要等来世，就要等来世的。这个只是在算得好的话，再做一句人天福报了，但是还不算是真正的修行。那修行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闻思修开始，这个是唯一的一条路。那么闻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说过，老师讲学生听。那老师讲学生听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没有语言的障碍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的还有很多方面呢，但是呢，就是其中一个这个语言方面来说，也是跟随上师学习，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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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而且这几年呢，就是苏大姐堪布在这个组织这个菩提学会，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里面，在做这个原生的教育。这个呢，就是很方便，就是不需要付出太多，就是直接可以学习，这个非常方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我们在座的也很多是已经加入了菩提学会的，在座的很多我以前也是就不认识的，我特别要说的呢，就是我们香港的佛堂的这些居士们，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请苏大姐堪布到这边来的原因呢，以前呢，我到香港佛堂去传法的时候，我们是盗用苏大姐堪布的书本。过后呢，就是我简单的跟你们说一说，我以前也是跟你们说过的，我说的这个水平是很差的，我是幼儿园的老师了。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我真的是就是为你们会负责任的。我以前说过，就是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我在西藏这个我自己了解的范围里面最好的老师介绍给你们。那今天也算是我给你们有了一个交代了。所以呢，就是特别是香港佛堂的人应该是有五六七十个人，以后呢，就是我希望你们跟苏大姐堪布这个红花女生的这个大团体跟他们就是联系上。以后呢，就是在苏大姐堪布这边有什么布置这个功课的时候，这个红花的这个学习方面，我说的不是很标准，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们的电话线就是连在这个大的这个网络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的学习就是很方便。那我也算是对你们有了一个交代，当然这个我不是妥协了，我也是跟你们一起，我们都是非常的荣幸以后跟苏大姐堪布学习。今天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下面呢，就是苏大姐给堪布，我现在很激动，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下面我也再不先说了，过后呢，接下来就苏大姐堪布，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念个那个七字供养，接下来就是苏大姐堪布给大家开始。今天时间很短，但是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缘起的开头。我真的是这个话是我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特别居士要学藏传佛教的话，真正的要想去施修的话，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缘起的开头，大家也是值得欢喜的。
那我就不说多了。下面就我们做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做七字功，会的一起念，不会的呢就是就随喜就可以了。做完了过后呢，上次给大家开始。今天呢，我以一个书生的因缘，寄居在这个腾龙这个大乘讲修寺院的当中。今天呢，也是这个寺院的佛学院的一个开光的日子，在座的各位也是来自各个地方的中堪布呢，也是我们这个传世上师们的这个。同心道友，我们是一个学友，所以这次呢，因为他的这个全说呢，就是我也来到这里。我平时呢跟开光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简单的仪式，基本上没有习惯参加，但是我们这个堪布呢，多年以来，这个不管是汉地、藏地，红花女僧的事业也非常广，而且呢，是真正的这个三知识，也是在我们藏地就建立这样的这个佛学院非常不容易。同时呢，以香港为主的汉地的很多跟这个三男戏女呢接上佛法的这个因缘。我们呢，就不是对认谈，就应该对事，以事论事。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从发自内心的欢喜，发自内心的赞叹，同时呢，也是非常希望各位呢，就是对这些大德们这个结上善缘。因为呢，我们本身是学习大乘佛教的人，大乘佛教的理念呢，以佛法来利益众生。为什么说以佛法来利益众生呢？因为佛法完全能帮助这个众生。如果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财富啊、地位啊、名声来帮助别人的话，这是一个临时的帮助。不能解决永远的生死轮回的痛苦，而任何一个人通过佛法以讲经说法，以开始引导这种方式来开导众生的话呢，那么众生永远从苦海当中得到这个解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寄居在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因缘。我们希望呢，一次因缘，是在座的各位呢，也会真正的踏入解脱之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人生观。每个人有些活得很开心，有些活得很痛苦。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住在这个世间上呢，时间不会很长的，人生几十年。如果中间就是遇到一些横死的未缘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不一定算是三种。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人生犹如这个碎泡一样，没有这个逝者啊，没有逝者。所以在座的各位呢，应该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人生。观察自己的人生，要观察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最好是我们的这个佛教来进行对应，因为佛教当中呢，才能真正得到你的暂时和究竟的快乐。这并不是我们因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原因呢，自己赞叹自己。的的确确，我们也
在很长时间以来去学习研究讨论各种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一些知识和文学，但是从中呢我们都发现确实解决人类的这个困苦和解决人类的一切痛苦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唯一的一个妙药。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不是利用别人，不是以这个各种目的来引诱别人，应该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向佛法的精神呢传导给有缘的众生的话呢，我们对这些高僧大德也很随喜的。真正这个虔诚的学习的这些人们的话呢，我们对他们的这个功德善举呢也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心啊，就是升起欢喜心。所以我今天呢也没有特别的就是做一些这个开始的准备，因为佛法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浩如洋海，不可能是一节课或者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呢全部都归纳完毕，也不可能的。但是呢刚才堪布所说的一样的，我们大家呢也是对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道场啊，就接受了这样三愿以后呢，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们呢应该以后就是虚心精进，逐渐的真正了解到这个藏传佛教的不共特点。我们藏传佛教呢也有可能长存的，也有一些跳金刚舞的，也有跳建造寺院的各种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三绝，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提倡的文字修行学习佛法。没有学习的话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也可能这是表面上的一个佛教徒也是成为一种心想上的这个修行人。如果自己通过一定的时间学习以后所学的内容再次的思维完了之后呢再次的这个传习，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痛苦呢很快的时间当中也可以呢就是这个消声离解。当你的这种快乐，尤其是我们人生当中除了物质和除了世间的享受，但是心里的快乐呢人和富翁和人和有地位的人都还没有享受到。到目前为止人类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科学呢已经这个高度的发展了，但是科学只能解决外在的一些物质的对我们生活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交通啊，或者说是对我们的通行啊，或者说对我们的这个物质发展方面呢给了一系列的人们的这个便利或者是方便或者呢得到的利益。但是真正内心的这种快乐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了条件以后呢反而呢过得越痛苦越麻烦越繁忙，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你遇到这种痛苦和这种困难的时候呢，应该我们从佛陀的精神当中，也就是说呢就是佛法当中呢就是吸取它的真正的妙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建议呢以后应该系统的认真的学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佛法。尤其是如今呢这个藏传佛教呢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当年呢就像这个印度这个非常兴盛的那兰多士和维住的一些佛教就是一样的。因为当年在汉地的历史上看，也是玄奘法师发现法师他们呢千辛万苦到了这个印度去获得了这个法药后来呢在这个中国大陆就弘扬得非常这个成功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印度的佛教可以说是这个完好无损的，应该说非常的这个兴盛后来呢在我们藏地的也有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不顾生命危险也是前往印度吸取教法，获得真正的解脱，回到这个藏土以后的话也进行这个弘扬。我们如今呢也认为在藏传佛教当中呢确实是存在着非常珍贵的这种这个经论的传承和以这种研习方法。
我们并不是说汉地或者是别的国家不存在这种这个叫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比较而言的话呢，我们也去过很多地方，也了解过就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寺院的状况，所以现在呢，在藏地的确也是是存在这个佛教的这种传统，佛教的这种学习的这个方法等等，这些都是藏地非常兴盛。这样一来的在这个西方国家也好，东方国家也好，许许多多的这些人士呢，前往印度啊、不丹啊、尼泊尔啊，还有这个西藏啊等等来这个求法。那最后呢，他们真正是得到了心灵的这种快乐。其实人的心灵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心里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的话，物质上再怎么样富裕也是不可能满足我们的真正的这个生活所需。尤其是当一个人最后生死大限来临，也就是说遇到生老死病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任何一个人呢束手无策。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当他遇到这个生病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地位、财产或者说是名声呢，都对他是无济于事的啊，就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也需要经过这个关啊。每一个在轮回当中的话呢，你会死的，你会病的，你会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还有呢，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这个家产也是不会随你离去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佛法的一个境界的话呢，我们不说来世的结果，寄生当中的面对生活的勇气也是相当困难。有时候我们经常想到，到了大城市里面的时候，人们都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浑浑噩噩的过着这样的这个生活。可是到头来的时候，人生几十年呢，一晃就过了。但是人生这样漫无目标的，而祈求自己的这种所需，这样非常的这个无聊。可是大多数的人呢，已经这个迷茫无知，不知自己的所措，应该处于一种非常迷乱昏迷的这个状态一样的。所以我想来自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各位呢，对生活应该是有个特别深深的感触应该知道是佛陀500多年前说我们的这个轮回结果犹如祸看，这个金刚语啊，是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都不一定懂的，但是你真正从人生的一些经历、人生的一些这个结果，最后的话呢，佛陀所说的这些真语呢，就一一的会应验出来的。这样一来呢，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面前呢，我就顺便呢。就是提醒两个要求，第一个呢，以后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不仅仅是求一个人点福报，就是必须要具有这个处理性啊，处理性。什么叫做处理呢？我们应该知道，在整个人间也好，天界也好，地狱也好，畔生也好，在所有的佛教认为的所谓的六道轮回当中呢，如果你详细看的话，不会有一个丝毫的这个快乐。这个丝毫的快乐呢，并不是说是我们暂时有吃有穿的时候，或者当你遇到特别开心的朋友的时候的那种开心呢，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承认，佛教也是承认，轮回结果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的所有的开心快乐的全部否认了，但是呢，你的这种开心呢，一瞬间就瞬息万变，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原来比如说你在感情上呢，你绝对是跟某某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对你的人生就非常这个快乐开心，可是你越来越执着的时候，反而对你带来就越来越大的痛苦，最后的话呢，你原来认为的这种快乐呢，反而对你的整个一生当中来讲是非常痛苦的。这不过是我们自己呢就是没有非常认真的去观察而已。也许你所喜欢的这个人呢，对你带来的这个快乐呢，根本就是没有就是对你带来的痛苦的这个多，应该说是带来的这种痛苦呢就相当多的，带来的快乐呢就非常少。所以佛陀呢就是说以这个边苦以这个辛苦我们三道苦里面呢，以辛苦就以辛苦的这种本性这样万法无常的角度呢，说
就是说这个轮回见苦。所以如果我们深深认识到这个轮回是真正是痛苦的话呢，那么从这个轮回当中呢会想就是获得解脱。要解脱的话呢，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说通过这个其他方式来修行，就是正道六道五道十地啊，最后的话呢就是获得解脱。这是我们佛教简单而说的话呢，要处理心。这种处理心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不懂啊，我们现在寒地寺院里面经常大家就拜佛啊，平平安安，为了就这样的目的，家庭和睦啊，或者说生意兴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样也可以，地藏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佛陀的加持，让你求财也可以得到财，让你求名声也可以得得到，让你求这个子女等等，就是所求的话呢都可以得到。但是这个我们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呢，不能把它看成是最究竟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呢，就以前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深层的理论呢，就是没有这个特别学习过的。这样的话，有一个叫做处理性啊，这个处理性是非常这个重要的。现在很多修行人呢，不具足处理性，这是非常遗憾的。如果你们不太懂的话呢，也会就是慢慢就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讲的这个处理性。第二个呢，这种处理心呢应该以菩提心来设置。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成为一种消沉的佛法。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应该大家都自认为是这个大乘，但是说真正说起来大乘的话呢，包括我在这里给大家开始，我有时候自己观察自己特别惭愧啊。我可以说大乘的很多经典的是20多年以来学过看过度过，可是我相续当中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离他心、无为的菩提心的话呢，根本不敢说。所以说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自己所动到的，哪怕是一点一滴，也是为了帮助别人，为天下无边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啊，这是离他观。这样的离他观的话呢，在现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都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特点啊，大乘佛教的特点啊，大乘佛教的特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觉得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学的这个大悲心，大悲心的话呢，什么叫大悲心？愿这个众生是离开痛苦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我们的大悲心是有限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呢，对他升起大悲心。除了与我任何无关的这个众生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这个众生啊，哪怕是这个小只蚂蚁以上的这些众生呢，我们很多人对他升起这种愿他离开一切痛苦的话呢，升不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大悲心啊，还没有到这个无量。我们修菩提心前面有个叫做四无量心，四无量心里面呢，叫做是悲无量心、次无量心、细无量心、十无量心，有四种无量心。这个四种无量心还没有修到位的话，那就是根本不可能升起来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在座的人呢，就可能以前有些人是学过。我们自己的认为，我汉地基本上汉传佛教自己认为是都是大乘佛教。我们藏地也是，口头上是说是都是大乘佛教。但是真正，这个佛教是大乘佛教，人有多少个大乘佛教的人呢？都不好说了啊！每个人都是若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明白自己的境界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过了之后呢，按这个佛教的次第来讲，就是大乘这个佛教的菩提心啊，就非常的重要啊，就这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过了以后呢，就是光有一个菩提心也不行的，有一个利他心也不行的，应该有一种无我的空心观啊。就这个空心观呢，可能在座的各位有些学过，就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中观根本慧论啊、中论啊、入中论啊、还有四般论啊，这些这个中观里面呢，就是讲得非常多。为什么要学一个空心呢？因为我不存在，幻法也不存在。我们表面上这样一说的话呢，好像有点这个炫嘛，但实际上佛教也承认，我们现在这个所见所谓的这些世俗的如幻如梦的假象是应该是承认的。不过我们详细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我也是根本就是照不到的。你们想一想，所谓的我是我的鼻子，还是我的耳朵，我的身体，还是我的心，就这样一一观察的时候，剖析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当然这个需要一定的佛教的这种观察
这个智慧的一种这个这个水平啊，没有一定的水平，刚开始你一说我不存在的话呢，大家都害怕。所以正因为是大乘的这个空性无我的法门是如此的深深的缘故呢，当年在印度也是许多小乘佛教徒呢不能这个承认，包括现在也是像那个泰国啊、缅甸啊，还有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有些小乘国家的人呢，对大乘佛教呢就是并不是很赞同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最后要大家应该好好的这个学习一下这个无我的这个空性啊，无我的空性。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经常呢，就是讲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三柱摇道论啊。三柱摇道论的大概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强调出离心，第二个讲到菩提心，第三个呢就是强调这个无我的这个性。所以这个是应该宗大师呢，就是当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三个道理呢，就是终结起来的啊，终结起来的。因为我们佛教呢，不分什么这个教派，虽然有一些教派，但是这些教派在教义上呢，就是不用分的啊。不管是尼玛派、韩传佛教、藏传佛教，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名称当中也是格鲁派、盖基派，就是任何一个派呢，究竟的意义是都是相同的。其实佛教的思想是非常的宽广，非常的一种圆融，它可以呢，就是包容所有的这个心态，所有的一些思想。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我也。就刚才啊，就顺便跟大家，最关键的呢，我想就是在座的各位，就是如果以后有时间呢，刚才康波也讲了，以后他跟大家就是讲什么那个，大圆满信息休息啊，还有那个如菩萨行论啊等等，就是其他的这些发要啊，就其实这些发要确实很重要的。我特别希望呢，你们还是要系统的去这个学习。如果你没有去学习，表面上当一个佛教徒呢，当然也有功德啊，就是哪怕是皈依佛就皈依佛一生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遇到结摩余的这个违缘的时候也是逃脱了，就是这个《毗毗经》里面也讲了很多特别精彩的故事。所以，我想是所有的这个。仅仅是一个皈依佛教的话，那就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但是我们最关键的呢，每一个人就是应该去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自己就详详细细的去这个观察观察。我们看看就是历史上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那么就是每一天就。从早上3点钟、4点钟就开始起来，就是一直这个练习，整个他的人生呢，精进智慧悲信的这种状态当中就是度过的。可是我们凡夫俗子们呢，很多都是就吃喝玩乐就是一直这个浑浑噩当中呢，把特别宝贵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已经这个度过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惜。因此呢，就是在座的这个各位啊，来到这里以后，我看你们以后在这个道场当中啊，如果经常就是去学习，经常呢去安住的话呢，应该这个是一个就在大城市里面讲是算是可能是一个这个人间的净土吧就周围呢就是山形这个鸟语画像啊，山形水秀啊，非常的这种这个静啊。一般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话呢，就是一直轰轰哇哇吵吵啊，什么这个事情都是一样慌乱的，最后的话呢就把整个这个人心的是不止这个说出来，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到了这样的这个寂静地方，如果你们自己有条件呢，有各方面的一些因缘，哪怕是一年当中一两个月，在这样的这个清静地方呢，稍微这个安静安这个试修，就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这个人生呢，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有些人是人生都是有钱啊有地位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生的这个价值的话呢，一定要有一种这个解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这个解脱的话呢，人生当中暂时的痛苦的一些解脱，还有最永远的这个轮回的涅槃里面呢，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是最关键的。但是这个没有一定的基础之前的话呢，恐怕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说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应该你们这个平时的一些城市里面的人的这个生活跟这里的人的生活呢，应该比一下。所以你可能就是从条件上，从物质条件很多方面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像大城市那样就是特别优越的。但是呢，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人生得到的这个精神粮食上面来讲呢，
那个是在这里，就是带雨天的话呢，就是可能心里啊带来一种特别宁静的感觉。当你心得到宁静的时候呢，所有的对三宝的这个心行啊，对众生的悲心啊，全部都这个油然而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前辈告诉大德们呢，就是湛潭寂静地方的功德的原因也在这里啊。你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分享分享。我像今天呢，我也这是一个缘起啊，就是跟堪布啊，跟那个各位的话呢，大家都是继续在这里呢，也是这个开发会当中的一次一个缘起，顺便呢就是像什么就给大家这个互言聊语，就是说一说然后下来的话呢就还有堪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开设，然后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佛教方面也好，或者说自己人生当中的有一些困惑啊，有一些疑问的话，那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啊，就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心就比较放松啊。有一个人一直得得不休的在这里啰嗦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不一定有这个兴趣，所以我想呢这个大家有什么自己问题啊，就这样的话互相我们就是讨论讨论啊，然后我不一定会全部答得很好，但是呢就是大家就彼此共同学习好不好。我真的很感动的，感动得要流泪了，但是怕你们笑话我就忍住了。这个我学佛的因缘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我是一个佛教的家庭的，先不评论就是学得多好，但是呢就是这二三十年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觉得呢到最后就是有一个返璞归真的这个状态。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很多，就是好像有点像那个北京的那个新东方极光逛商场一样，看到这个好看，看到那个更好看，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最后返璞归真的时候呢，就是在我的理解里面，今天就是上师用了一个短短的时间给我们讲的这个三主要道，就是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精髓了。也可以说一个人如果要解脱的话呢，这就是知识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呢今天得到的这个法，在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法门，我真的很高兴很欢喜。我想在座的就是同修们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说一句，这是一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如果说有以后有机会，或者说自己尽量创造机会，刚才上师讲的就是这个佛法有系统的学。我刚才给大家也说了，上师今天讲的这个三主要道是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精髓，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精髓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系统的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你如果说有了系统的学习这个佛法，你最后会发现，最后会发现呢，最后你才会发现，知道了这个三主要道就足够了。但是这个三主要道是要去系统的学习的。所以呢，就是特别就是以前就是没参加过这个说大杰堪波的这个传法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呢，我希望今天是一个最好的缘起。以后呢就是跟这个上师弘法的这个大团体加入到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今天是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学校里面去注册登记的，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有缘可以参加这个团队了。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也就是我的今天的这个目的了。我很高兴，我觉得我目的达到了，我觉得我对很多这个长期关心我支持我的人，对他们也是有了一个交代。最后有什么样的成绩呢？还得要看大家。以后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接下来呢，就是上次慈悲给我们了一个互动的空间呢，就是有什么问题呢，自己可以请教上次了。那就是刚才上师也讲到这个空性的问题，
那么呢，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些居士、这些佛弟子，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就是说是更好的能够去入或者认识或者说是证悟这种空性？你想？这样的，我觉得空性啊，这个空性很重要。认识或者证悟这个空性呢，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呢，学习我刚才提的中观自在论啊，中观根本慧论啊，还有这个般若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经论进行闻思观察，就长期学习，就这是一个途径。还有一个途径呢，通过这个修家行啊，后来呢，慢慢依靠这个上师的教诫，就将大圆满道就是这种方式来，这个证悟，就有两种途径。我问一下，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如何把握自己，真的很重要。按照仙宗和密宗应该有两种这个方法。按照密宗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中医窍诀里面呢，就是有茶老王吃，还有呢临终的时候要想到这个自己要前往这个清净的刹土，这样的一个心。如果按照我们先走的话呢，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心不能颠倒，不能纷乱，处于一种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陀佛的这样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家里有老人要是要临终的时候，我们具体怎么做？就家中有老人要临终的时候，我们具体怎么做？送他们往生？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就临终往生的一个仪轨和还有当时的具体的一些事实。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一些佛友啊、同学啊，大家共同给这个亡人呢，就是念诵一些佛号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人世嘛，就是现在三界呢，不都是犹如苦海一样，就不管这个生死道理呢，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学习。学习以后呢，慢慢应该了解到，就整个行的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啊，对自己或者是间接带来就是不利的这个方面。然后呢，从这样的这个痛苦当中呢，就像《记录原文》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像凡人呢，就是从这个监狱里面逃脱出来一样的，也应该我们就舍弃这个娑婆世界。要前往极乐世界等等，就是其他清净刹土。那么，自己反反复复的这个对时间的过患、解脱的功德，这两个进行对比，最终呢，相续当中应该升起来那个圆满轮回的这种处理性，而特别的就是有这个信心，就是心智不惑的想前往清净刹土。我们问那个堪布也可以啊，这世界当中经常有这样的，给我问的话我回答，给堪布问的话给他回答啊，都可以。你的问题是谁的？是您的。顶礼大恩上师，我是廊坊夫妻学会的。我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从零四年开始学随您学悟性论，修行人呢，这个愿菩提心，有时候就可以，有时候呢，就是还是跟原自己的这个不自自利的心。我就想请问您，在行持的时候，如何与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如何来对峙？刚才他提出的那个，像比如说菩萨行论的时候，刚才那个这边堪布也可能就有一次以后啊，在这里讲，就讲的话，希望大家应该好好的听。还有我们这个菩提学会的话呢，现在各个地方也有一些，如果你们自己想报名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也是，我跟堪布这边呢，就是咱们这边联系的一个电话，就是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报名。这两种途径吧，因为我们学院的话呢，现在是汉族人比较多了，藏族也比较多了，就是如果在那边人太多了，观念也乱了，所以说我们就从那个去年开始的话，今年的这个外来的人呢，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就是有点这个控制和约束，就这样，每天的是就是去学习，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特别希望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可能。
能需要还要基础啊，就是属于这个入菩萨行的那样的学习一下。然后其他的话呢，在别的地方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学习。刚才这位朋友他所说的这个如心轮的这个问题啊，如心轮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一定要学，就一定要学。相续当中升起了愿菩提心的话，刚开始可能就比较容易，很多人都认为是啊，我已经升起菩提心了，我有菩提心了。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我刚才说这样的特别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拜五念心和四五念心的话呢，我们一观察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很惭愧。但是这种这个菩提心呢，要不断的传习，一直要向这个大乘的这些这个像学机轮啊，还有一些经济轮啊等等，这个大乘的论点不断的去闻思菩提心的功德，不断的去了解，然后自私自利的心的这种危害啊，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在座的人也许可能没有发现，凡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体也好心里带来的任何一个痛苦的话呢，全是你的自利心而导致的，就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在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感情上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这个事件当中呢，你带来的心里不舒服的话，肯定是对你的自私自利的心有关系的。所以呢就以后啊，就一定要就是学利他心，就是菩提心就很重要了。点迷失想问上师，就是说当我们往生以后，我们的心是进入中阴是吧，那以后如果说再进入这心是再进入下一个肉身，或者我们不幸进入到畜生道，这个心是是不是也进入在畜生道，还是这心是到哪里去了？我们死了以后不能说往生以后，往生的话一般都是到清净差不多。我们这个死了以后的话呢，这个心随着自己的业力啊，也许就是转这个人间，也许呢就是转这个唐僧界畜生道当中。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早就已经这个放弃了。那所以按照这个大乘佛法的意思，三业恶业呢就是跟随着自己的心。我们世间的任何东西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来，就什么都带不着的，唯一我们七层当中做的一些善事呢会跟着永远呢就是对你快乐。今生当中如果造的恶业的话呢，那么永远的是随着你的这个心啊，随着你的这个心啊，生生死死的导致的痛苦。所以我们佛教当中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三有三宝，恶有恶宝，这一边呢现在很多唯物人认为是这是一种传说，或者这是一种宗教的这个宗教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这种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忠孝度要的话，那就是它生长的故事度的不会这个渺渺。如果我们种的这个苗养的话呢，它的故事是这个渺渺，就是不会变成度，这是因果的基本原则。所以一定要知道以后做的这个任何善事的话呢，对自己的心识啊一直不断的就是跟随着，就这是对我们永远就是带来快乐。我想问一下，在那个我们在实修过程当中，有时候遇到委缘障碍烦恼现前的时候，用这个因果正见和这个空性智慧也对峙了，但是呢还是随着烦恼习气走，这你给解释一下。解释什么？还是随着烦恼习气走，那怎么办？走吧。看来像这样的那个，因为我们的修行呢，没有到位之前的话呢，那肯定虽然你从理论上动到因果真见，理论上动到已经这个对着嗔恨啊，对着贪心的一些这个窍诀，可是呢，因为这个窍诀啊，长期都没有修。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和相续当中的恶习是根深蒂固，所以呢，短暂的一个这个世间当中的智慧或者是无我的空性呢，不一定马上这个根除。所以我们这个高僧大德们一直要求啊，修行的世间事是越长越好啊，越来越不断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呢，虽然你的烦恼呢就是可以先前，但是就像是春天呢，虽然气风。在气缝的这种力量不像冬天一样的，那么就是你的心也是就是有
有一种开春的这个春暖花开的一个世界。在那个时候呢，表面上就是烦恼和痛苦是显现的，但是呢，因为春天的这个温暖般的这个智慧的光芒，慢慢就是会，就减速就是原来的这个恐怖的烦恼之苦。谢谢大家。上师，我再请问您一个问题。像曾国藩大师在《三主要道论》中，他说刹那不起那个羡慕心，对轮回这个世间那些八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居士，还有这些个世间的琐事，那我们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像让我们说，我们从就说在干好世间事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把这时间都用在修行佛法上，文思这些上，这样能算有出离心吗？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我们辩论场当中的比较深的一个问题。是，确实《三主要道论》里面说是对这个世间的一切盛事啊，就是刹那性的羡慕与分别不生的时候，才产生出离心。出离心的界限呢，就是讲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就是特别这个严格的一个界限。一般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呢，就是对一刹那的这个这个羡慕之心呢，不产生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平常很多上师们的教言的话呢，比如你是知道是你是监狱里面的人的话呢，那么监狱里面也许是你的生活啊各方面待遇非常高的时候呢，你也许就是升起一种欢喜心了。但是这种欢喜心呢，并不是永恒的。这种欢喜心呢，你始终觉得毕竟是这是一个监狱，始终我这个监狱当中必须要离开，就有这样的这个心态。所以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论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很多大德们呢，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刹那的话呢，也并不是是心里面一刹那间如果产生对时间有个执着，就变成了就是无有处理心的界限，而是从长远来讲，就是以这个监狱里面就是解脱这个牢固者的一个比喻来，就是说明呢，对整个这个轮回啊，没有像我们凡夫一样的就是特别执着的非常羡慕的那样的这个心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就是称为是出离心，就像是华藏佛学的上师啊，他说是就是他的这个上师的境界的话呢，所有的像这个不管什么意义的富饶的这个有这个地位的一切的这种世间的荣华富贵呢，就是都不生起羡慕和这个欢喜之心，就是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就是逐渐应该会能升起这样的出离心。嗯，大善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的烦恼由于从八十这边开始，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想解脱，我们要想把我们的八十转成，就是说智慧，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见到了这个色尘，我们就起烦恼，但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习气。我们都从八十里面，但是我们就想真正的从八十里面把这些东西断掉，转成智慧。我请大恩上师开始。唯一的办法就是长期的这个修学，佛法的各种这个理论窍诀相结合，然后呢自己这个实地去修行，这样的话，极个别的一些有缘者的话呢，依靠上师的个别窍诀呢，当下就是断除所有的烦恼而开悟。有些的话呢，就要压制自己的烦恼；有些呢，这辈子不行，但是呢，在自相续当中也可以这个播下解脱的种子，通过这种方式来，应该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断除。请大恩上师给我们讲一下断除我们八十的这个窍诀。已经降完了，刚刚讲完了。这个大家没有听懂，我也没有听懂。大家听懂了。请问上师，我刚才听闻藏上师再三强调，就是说要系统的文思这个佛法，请问上师，这个系统的文思
始及它的内容是什么？所谓的系统的话呢，比如说像实践的一个知识啊，像实践的一个知识的话呢，读幼儿园、读小学、读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就是这样，这叫做一个系统的教育。那么佛教呢，就是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至少也是就是10到20年。按理来讲的话，应该从那个初步的一些佛教的这个基础，然后中等的一些佛教的基础，最后呢。像我们佛教里面所谓的这个五部大论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化王啊、大圆满啊等等，就是特别高程的一些这个修法，就相当于是博士和博士这个层次的那种这个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呢，刚开始皈依以后呢，就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直接去一个特别高的法，或者呢就理论上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是心想上呢，我是一个皈依徒啊，我是一个佛教徒啊，到处去培养，实际上呢就自己根本不能成为一个佛教徒。所以我们佛实践的需要这样系统的学习的话呢，那佛教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呢，不管是任何一个论点呢，就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希望大家应该先基础，就是起码也是基础要学习几年当中，然后呢在这个中等的这个阶层也要学习几年当中，至少也是学到10到15年，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自己成为是一个佛教徒也可以。我们这个汉地的历史上的话呢，这方面系统的这个学习呢特别欠缺，到寺院里面也好，到居士当中的话呢，大家都虽然看起来心很诚的，大家都对寺院里面拜佛啊就是心很诚，但是动佛教这里的自古以来的则，当然有个别的一些高僧大德以外呢很少很少，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话呢，虽然这样一个小小的山谷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寺院，但小小的寺院里面呢都有一个文殊的道长，也有讲经说法的法师，所以跟藏传和汉传呢在某些地方的话呢是截然不同的。应该说藏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系统的这种这个传统呢，就是一直是现在这个保留着的。而汉地呢，虽然人这么多，这个佛教徒这么多，可是真正动佛教这里的人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刚才要强调大家一定要系统学习的原因就在这里。